我们第一次来台中。没有啊。好啊，其实我昨天就来了，然后我去沙滩那边玩，然后我抓了七只螃蟹。这边的螃蟹其实蛮难抓的，可是我觉得我蛮厉害，我居然抓了七只。你们明天早上可以去，趁太阳还在的时候可以去抓看看。如果可以抓的比我多的话，告诉我。好，那如果抓不到的话，我再告诉你怎么抓。好，那第一首歌，我们先在开始之前，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乐手，在我左边这一位是叫做 Theo， 吉他手。有些是 coaching drums 还有 bass and coaching
却失不去，夕阳斜射阳光会沐浴在天平线里，恐惧黑夜里和寂寞寻找进来，剩下一丝的勇气，期待着相遇，转达着爱给你，哪怕有一天我将要与世界为敌，是你的勇气放进我心底，有一天我会be free。算是我觉得，其实大家知道，FR 已经6张专辑了，然后已经过了8年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一个告诉自己 be free。 对，有很多的事情，当然不是说我一定要变成一个人才叫 free， 而是我觉得是心里面的一种自由。对，有的时候我常常要告诉自己你是自由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Empire State of Mind，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叫做 Alicia Keys 的歌，希望你们喜欢。
所以其实你们刚才就已经听完了今天所有演唱会你们应该最熟悉的一首歌了。接下来的歌应该都是你们没有听过，除了有在台北看过我第一场的朋友。对，好，接下来这首歌我想要讲一下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在我里面一直很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流浪，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选的歌都几乎跟流浪有关系。那这首歌叫做 Landslide， 算是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要去流浪，我头脑里面一定会一直出现这首歌，而且我一定会带着一把吉他唱这首歌陪着我。 Landslide。Ha ha ha。